获得2020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节目新锐之星的是，请看大屏幕。2020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节目新锐之星，我就不李雪琴半决赛了，为啥让我们讲遗憾呢？你让那淘汰的40个人上来讲啊。那就用他的东北话说吧，有请荣誉获得者来到舞台接受荣誉。有请李雪琴，恭喜雪琴。雪琴，你看这舞台多大，快车一呼百应，现在搭上雪国列车玩脱口秀，带全世界驶向宇宙尽头。他是非典型学霸，是天赋异禀的脱口秀新人，是单人喜剧短节目演出的教科书。他就是2020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节目新锐之星李雪琴。有请李雪琴发表感言。大家好，我是略琴。非常感谢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可以把这个荣誉给到我。我今天特别高兴，我从来没有哪一次在台上讲话现在这么紧张过，因为今天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吴亦凡。喂喂喂，王建国。可能没有吴亦凡，我就不会有机会去叶老师的节目上讲脱口秀。如果我没有去叶老师的节目上讲脱口秀，可能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领这个荣誉。所以谢谢腾讯视频，谢谢脱口秀，谢谢吴亦凡，谢谢大家。谢谢李雪琴，谢谢我听。